dana jijim jera o zera je dalu dam mamba rabza ne guadam dam jo jolo domba lojo bo be na wa je do soro nyor je jembo zor dana nyeme jang zone molum jembo ngabjat pakara dangam zandu jermo do domba de je jang la shang zalo。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法师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守皈依戒和居士戒，这样子发菩提心。菩提心我们这几天都讲过了啊，特别的重要。大乘佛教的所有的戒啊修心啊都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大乘佛教的戒定慧啊所有的就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那我们的戒定慧都不能称为大乘佛教的戒定慧。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这个区别啊，就是这个菩提心啊。凡是有菩提心啊，有菩提心的。闻思修烧香拜佛念经啊等等都是大乘佛教啊。凡是没有菩提心的烧香拜佛诵经磕头等等啊都不叫菩提心啊，都不叫大乘佛教。所以啊作为一个修大乘佛教的人来说啊，首先要修菩提心啊。当我们把菩提心没有修好之前啊，按照这个大乘佛教的修心的次第来讲啊，这个之前什么法都不修，首先就修菩提心。把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然后进一步的去啊修戒、修禅定啊、修智慧，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为这个真正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所以我们这个在任何时候没有一个比菩提心更重要的更重要的这个修法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么关于这个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关于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有广的，有略的，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很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修法希望大家修这些修法我们平时烧香拜佛、诵经、磕头、做义工这都是非常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学佛的全部的内容烧香拜佛、做义工这些呢，就是在佛教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主要的就是闻思修这三个字那么闻是什么呢？闻就是听闻佛法佛教这么。博大精深、深奥的智慧，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上师或者是法师那里去听，否则的话，我们自己看书只能理解一部分只能理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世上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教科本，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课本。但是呢，连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都要老师讲，学生听，并不是学生自己看所以呢，佛教就是这么深广的这个课程那就更需要去听这是第一，叫做闻。
第二就是思，思就是思考啊。因为佛教里面的很多的智慧都是很深奥，光是听一下那也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佛教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生命啊，怎么从轮回当中解脱等等啊，自己要去思考啊，这叫做思。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修啊，闻思修，修才是最关键了啊，需要有实修。我们佛教徒啊，光是学不修那也不对的啊，光是修不学那这个修行的方式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啊，因为我们至少也要懂怎么样去修啊，那怎么样去修这个修行的方式呢，要去学啊，所以闻思修这三个不能脱节啊，不能脱节啊。但是刚刚入门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呢，比较偏向于这个闻思这方面，我们的侧重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呢多学习，然后呢学到一定的时候然后就是多修心同时我们闻思修的同时就可以去当义工烧香拜佛念佛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学佛的方式，这个特别重要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当义工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个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修心呢，发菩提心证悟空性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他想参加比赛，想获得这个世界冠军那这样子的话呢，他首先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并不是第一天就开始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那么首先他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把自己关起来，封闭式的训练封闭式的训练到位的时候，然后再去投入到这个比赛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世界冠军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些训练没有来得及训练，或者是训练不到位的时候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那能拿到这个冠军吗？拿不到冠军拿不到冠军。所以我们的大乘佛教这个学佛的最终极的目标是度众生，是成佛是成佛但是呢，首先还是要着重个人的修心个人的修心，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内心很空虚很暴躁，很浮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些内在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要解决。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这个物质的帮助，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说，现在这个物质的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有钱人、有权力的人、有名的人很多人都是不幸福、不快乐这样子。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边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朋友、同事、同学他在从世俗的层面讲是。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人，但是呢这个成功的人就是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内在的这个感受就是不成功，很失败，就是说很空虚、很痛苦这样子以后呢，这些
这些工作、家庭啊、赚钱、权力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最后就是不知道这些是为了什么啊，就到了这样子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佛教啊可以帮助一些人啊。这个时候呢，佛教真正的能够造福人类啊，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本来佛陀的这个思想是啊，帮助众生、服务众生。菩萨啊，菩萨，我们看到的这些逆俗的菩萨，就是不说话啊，不作事，就是在这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菩萨。但是这个不是菩萨，这个是菩萨的心相。真正的菩萨就是一个人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叫做菩萨呢？我们平时做一件好事时候呢，很多人说是菩萨啊。做一件好事不能成为菩萨啊，做一件两件好事谁都可以做。菩萨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要成为菩萨，那必须要有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啊，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有菩提心啊，就是菩萨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在家人啊，一个在家人，或者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啊，我们社会的最底层的人，如果他有菩提心，那他就是菩萨啊，他就是菩萨。如果我们就是出家人啊，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高僧大德啊，这样子的人，如果他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有名气也好，有势力也好，有怎么样也好，不叫菩萨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菩萨与不是菩萨的界限，这个不是以名声、以势力、以这个其他的东西来衡量，而是以菩提心来衡量啊。所以呢，我们要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的同时啊，可以去做慈善啊，这样子就更好了。台湾这边呢，有这么多的佛教的这个慈善的团体啊，做得非常的好。那么这些员工啊，如果啊这些义工啊志愿者，如果有一个菩提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内外都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呢，更加的圆满，做得更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了菩提心呢，这就是不仅仅是帮助到一点帮助到一些人，不仅仅是给某些人解决一点物质上的问题，而且有了菩提心以后，有了菩提心以后呢，然后啊就可以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菩提心啊，这个菩萨的，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忍辱等这个六度啊。六度每一个啊，每一个都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啊。比如说我们拿钱去帮助啊，帮助人，帮助穷人，或者是帮助灾区的这个灾民，这样子的时候呢，首先要有慈悲心啊，菩提心，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去帮助，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帮助的时候啊，比如说拿钱去布施的时候，他不能有啊这个对立的心态，也就是说，比如说吝啬、舍不得啊，这样子不能有这样子的。然后这是第二。第三啊，我们比如说拿钱去帮助别人了啊，解决他的生活上的问题，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啊。作为一个菩萨来说，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还要考虑通过这个物质上的这种结缘，然后要进一步的去考虑他的这个内心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要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考虑他的终极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啊？要考虑这个，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啊。大乘佛教的精神不是我们拿点钱或者拿一些东西去帮助别人就完了啊，不是这样子啊。这是第三呢，第四就是说我们啊去布施的时候，然后要知道这个是如幻如梦啊，不执着、空性啊，这四个都具
都具备的，这四个都需要具备的。做任何事情啊，做义工也需要这四个啊。我们首先啊，这个帮助他解决延迁的问题，帮助他解决延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要考虑啊，那么他的最终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啊？要考虑，立即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通过这个给他解决延迁的问题，通过这个银元，然后就给他解决最终的问题。但是最终的问题呢，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显得很无奈啊。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这个修心呢，个人的修心是特别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修心的功课，修心的功课。这个功课我们上班族再忙也可以记一些时间出来，比如说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子的时候呢，可以上午下午呀，可以多安排一点时间啊。然后节假日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多安排一些这个修心啊。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修心呢，但是还是一部分的这个节假日啊，就用来修心啊，闭关修行。这样子的话呢，也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修心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个上班族啊，然后呢，每个人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可能也就比较大啊。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紧张的啊。这个这是任何一个这个在都市里生活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挤不出时间呢，只要自己愿意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早上早起40分钟啊，然后在这个40分钟当中打坐啊，晚上通常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比如说加班啊、应酬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还可以安排40分钟啊。甚至是半个小时呀，这样子的时间，打坐，这样子呢，每天都可以，基本上可以有2个小时左右的修心的时间，这样子也就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大家要懂得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的方法呢，还是修心，个人的修心是特别重要。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我们应该去当义工，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我们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修心。如果我们修心修得比较好的话，我们未来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如果我们自己不修行，就是去做一点延迁的烧香拜佛呀，做善事，这样子的话，这个善事善有善报，未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福报，但是这个福报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摧毁也就不好说。所以就是未来就很没有什么把握所以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前几天也讲过，这一生当中我们寄生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大，不能排除。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精度来看这个寄生成佛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但是没关系的但是这一生当中，比如说我们开悟的机会有没有，这个开悟的机会只要自己去努力，这个开悟的机会非常的大然后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菩萨发起这个真正的菩提心的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有，而且这个机会很大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
经常都是烧香拜佛，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懂，自以为是学佛，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但是永远都是可能性而已，实际上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到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可惜啊，非常可惜。台湾这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这么多的佛教徒，那么佛教徒应该要抓住佛教的终点啊，佛法的核心，佛陀的核心在啊，佛法的核心啊，佛陀的真正的这个精神就是思想啊，核心的思想非常的简单，就两个字啊，两个字是什么呢？智慧，就这两个字，智慧和这个大悲啊，就这两个字，智慧和大悲这两个当中呢，包含了这个84000个法门，说起来就两个字，但是呢，做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啊，大家要往这个方面努力，这特别的重要啊。希望大家记住啊，要给自己安排一个文思修，尤其是修心大作哦。这样子呢，我们每一个月或者是每年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啊，看到自己的进步，我们的智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爱心、慈悲心越来越增长啊，越来越增长。然后呢，知识啊、贪嗔痴这些烦恼慢慢的减少啊，慢慢的减少。否则的话，我们啊，去比如说去当义工，但是呢，当义工的过程当中，也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啊贪嗔痴啊等等，最后啊当了好还是不当了好都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人的内在的东西没有解决的话啊，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所以啊，首先要把自己啊做好，我们要学，首先佛教徒啊，首先要把人做好。把人做好，首先做一个人啊，第一步，第二步要做一位菩萨啊，然后第三啊才是成佛做佛啊。我们的口号是要成佛呀、啊，度化众生啊，但是呢，实际上这都是一个空的口号啊，全部都是空头支票，什么都不做了啊。那什么都不做，我们说要度化众生呢、啊，我要来给度你们呢、啊，怎么度呢？自己都没有度，怎么去度众生呢？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修心啊，哪怕是时间再短都没关系，只要有一个这往这方面的这个啊奋斗。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啊！希望大家啊，这个是要记住啊，要能做到，这个特别重要啊。文思修，苍马的学校了，当当刚说的，这是北京南天，新疆筹备抓紧年轻的，筹备是重要的，安得嘞，安尼。Penjor ta, mathe pa gindi le gindi nando le nyang yu zeni an sama ge jasho rona ki naru chi zen huya te yin tuji chi. Thank you.